小大姐，你这伤还没好透，实在是应该多养些日子。如果我娘说了啥让你在意的话，请你原谅。我霸天虎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蛮横土匪了。大当家的，我信得过你，但是我真的有急事儿，我必须得找到抗联。可你这么满林子瞎撞，这猴年马月能找到抗联呢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也要找抗联。你也要找抗联？你找抗联做什么？我跟抗联的独立营有些交情。独立营？哎，是。前段日子我跟独立营的江雪媛打过交道，可眼下他……江雪媛？你认识江雪媛？你也找他？就我这颗脑袋在赵州城里，小鬼子出20000块大洋。眼下我们是9个人，加一块就是18万大洋。在这个数上，我再给你加7万，这钱我们北边出，给我们赎出去，咋样？我找的就是江雪媛，大当家的，你义薄云天，这回你一定要帮我。江雪媛她在哪儿？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江雪媛。可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不过我听江雪媛说过，鬼子花了大价钱买他的人头，他不但不怕，还在赵州一带处处跟鬼子斗智斗勇。我觉着这大隐隐于市，江雪媛很可能藏在赵州城里。谢谢大当家的，我这就去赵州。哎，不行，小大姐，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，到处都是鬼子和汉奸，你一个人太危险。再说了，你一个独身女人，一个人在城里晃悠，这也太危险了。那我也得去呀。那好，这儿离赵州还很远，我送你去。上马。谢谢大当家了。上。说，那个女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不知道。是来做事的，说是来找亲戚的。说是这。他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让我说什么呀？这可咋整？先瞎编吧。我说我说我说说他是抗联的。抗联？他是抗联干什么的？给他的司令说情报。司令？司令？他是司令的情报官？是。往下说。他和赵家坝是深深滑道，还有赵尚志。赵尚志？抗联第三军？第三军？第三军？还有呢？还有啊！再不说，死了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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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前几天你无事的事，就是他送的情报。那个女的，你还认识她吗？认识，认识。
打温泉镇出来以后，我和老娘就上了马头山，身边的兄弟也就只剩下一个了。那后来你就再没见过独立营的人了？是啊，再没见过。可打那儿以后，我总觉着自己像丢了魂一样。江雪原老在我眼前晃，他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。他的智谋胆略还有身手，我霸天虎佩服。不怕你笑话，我还真想找到他们，跟他们一起干。可我知道，他们是不会要我的。只要能找着独立营，他们肯定欢迎你，我保证。这你能保证？我能。快出林子了，出了林子就是城边了，这马不能再骑了，目标太大。那马怎么办？放心，他自己能回家。走吧。回呀，我可得好好给你打扮打扮，让你成为啊最漂亮的新娘子。行，我从小就被老姨打扮，老姨打扮我啊，我放心。那大家本来长得就俊，你知道吗？老爷，你这一给捯饬，更俊。嗯，就是不温柔。你什么温柔？是你胡说什么？爷。女的是不是？
这丫头还挺喜欢姓杨，也不知道她冷天会把她怎么办啊。你看这女的挺有腔的，一点没慌。这么一说呀，那姑娘凶多吉少。你说这小鬼子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越来越猖狂了？可不咋的，那就前两天就在那个闵行门口当街就杀人，那砍那血丝呼啦的，可吓人了。行，闹心事咱不说了。首先今天我得恭喜咱们大队长啊，恭喜！对，恭喜。行了，叶大少，你坐吧你。那个，以后咱们都一家子了，你别老管我叫大队长大队长的，跟江大哥一样，管我叫小凤就行了。好啊，这你跟雪人成一家了，这独立营人人都高兴啊。啊，叶掌柜的，这回我和凤呢进城是给他置办嫁妆，你这路路都熟，可得多指点指点啊。那没说的。回头我找几个布店还有首饰店的老板啊，非常准的。这喜事儿怎么也得在我这个店摆几桌，大伙得热闹热闹啊。那个太好了。老爷别整了没用，扯那么远干嘛呀？你说这眼巴前儿饿了。你看光顾唠嗑忘了。二龙，哎，快去赶紧坐去，捡好的上啊。好。哎，我刚才好像有个事儿来的，那个啥，凤大队长，我姐在山上咋样啊？她挺好的，好着呢，一切都好。好，老叶那丫头啊，真不错，可就是哈，跟那个孙志平黏糊了。杵着干啥？快去啊！那得硬看啊！你放心。昨儿到的那个女的，住宿留下的名字叫冯翠莲。我们已经了解到，她是由抗联第三军司令直接领导的情报官，曾经与招商之赵一曼共事。共产党？是，她是共产党。宋美军，你的功劳大大的。哦，还有。被打死的那个男的，我们也已经找人辨认过了，他是温泉镇土匪头子八天虎。八天虎，就是我们围剿的那个八天虎。是，的确是八天虎。抗联的情报官，怎么跟土匪头子在一起啊？这个。在下不知。咱们进城想个什么？に若く美しいのにひどいだな。実際お前のことはよく知っている。お前は北から国境を越えてきた共産党だな。長州に来た目的を全部吐け。チェンさん。はい。はい。太君说了，知道是你从北边过来的共党。到这儿跟谁接头，
什么任务？太君都了如指掌，你还是如实招供了吧。哎，おい。戦争は一時的なもんだ。お前はこんなに若く美しい。もしここで顔に傷をつき、体が不便になったら、戦争が終わった後。 お前はきっと後悔にするぞ。どうだ、優雅。太君说了，你要是再不讲，太君就要动大刑。你考虑考虑，弄不好你就要被毁容，或者残废。 続けろ、こいつの悲鳴を聞かせろ。チェンさん、この女はただものじゃない。北からやってきたスパイだ。我々は全てを知りたい。この女の秘密は我々の生存にとって何よりも重要だ。だからお前は全力尽くして 女の言うことを漏らさず書き留めろ、小島君。どうぞ。どうぞ。徐元之同学，什么事儿啊？ 钱一来同学想约你今天晚上看电影。我今天晚上有事儿，你让他省省吧。那好吧，我去跟他说一声。行，再见。哎，不走。 心跳正在衰弱，需要注射阿托品。好，快，他马上就会醒过来的。 宪兵队的大餐招待的不错吧？啊，我看你还是别撑着了，如实招待了吧。到了赵州，如有需要，你可以去找一个叫猎鹰的人。猎鹰，他是你中学的同学，叫钱一来。
生什么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里是宪兵队，你今天活着进来就别想活着出去。不敢。人好了，不能再用刑了，明天再审吧。我要让他保持清醒，让他慢慢感受到刑法的厉害，直到他熬不住，讲出所知道的一切，明白吗？嘿，吕布，嘿，别干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啊！哎，师傅。啊。啥事儿？我。咋的了？今天呢？平时说话巴巴的，今天怎么的了？我的，说，想干啥？别藏着掖着的。我想上山打鬼子。啊？什么上山打鬼子？我想跟江营长他们一起打鬼子，我想参加独立营。我说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？我都想好几天了，你就让我上山吧。你这孩子，上山干啥去？啊？我没儿子，你姐在山上，她这个心也不在这儿。我把你既当徒弟又当儿子。那今后白虎楼不就是你的吗？你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多好啊。你上山干什么去？我不是怂的，我想上山打鬼子。那凭啥姓孙的小子行我不行啊？看来这以后我不能老把你当孩子了。二龙啊，你来百福楼这么长时间，我没把你当外人。要说独立营，其实你早就是独立营的战士了。你别忽悠我。我没忽悠你，你在百福楼也是为独立营工作啊，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。你还记得不记得玉佛的事儿？你连夜上山报信，任务完成得非常好，江营长都说要好好表扬你呢。江营长说要好好表扬我？对呀。那我也得上山，我上山找我姐去，我照顾我姐。这我说了不算，也不是说你想去就能去，要服从命令，懂吗？去吧，休息，明天还干活呢。
司令官，您的晚餐已经准备起了，请享用。小岛君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享用。哦，哎，司令官，您今天怎么这么高的兴致？哎呀，自从独立营江雪原重新出现，我们就没有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。就在刚才，因为我们抓到了从北边过来的间谍，我总算听到了从司令部传来的表扬的消息啊！你说，我们不该喝一杯庆祝酒吗？嗯。刚才我问过刑讯官了，那个女间谍还没有招供。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，可能最终我们也问不出什么来。这正是我预祝成功的原因呢。哦，司令官有好办法了。刑警方面答应我们派刑讯专家来援助我们，有一种催眠术专用药，加上西洋催眠术，可以让一些坚定的特工把一切秘密都透露出来。那真要如此，预祝司令官成功了。不是预祝我，是预祝我们赵州警卫队的成功。干杯！干杯！哎呀，这啥时候回来的？咋不吱一声呢？还不高兴了？这咋的了？我今天进城碰见霸天虎了。怎么的？他欺负你了？他死了。死了？他为了保护一个女的，被日本鬼子给杀死了。恨死日本鬼子了！我今天恨不得把他们通通都给杀死。那那个女的干啥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她挺血性的，别看她那么瘦小，那么多日本鬼子围着她，她一点都不害怕。我挺佩服她的。都得平平安安的，咱们可都得好好的活着，好吗？我知道。听你这话意思，这个女的不简单啊，是你们的同志？眼下还不清楚。哎，城里边还有没有你们的人了？据我所知，好像没有了。
怎么样，招了没有？没招，审问了一个晚上，一个字也没说。哎，算了，你们俩也回去睡会儿吧，也辛苦一晚上了，我来替你们盯着，一会儿司令官过来要过堂。谢谢范警官。许元志，许元志，啊，许元志，醒醒，是我，我是钱一来，醒醒哎，许元志，你真的从北边过来的，啊，钱一来，哎，真的是你，是我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是，别多问了。没那么多时间了，我想办法救你出去啊！猎鹰啊，我知道你就是猎鹰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害的？你的休眠期已经结束了，上级啊！上级说什么？啊！你先别管我啊！尽快找到独立鹰啊！告诉他们密码已经被日本人破译了。还有，快，快说，把头凑过来。啊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他妈的！他刚才说他要招，让我凑近来听，没想到他他妈咬人，我他妈！翻译官先生，您受委屈。这个女人，她就是一条疯狗。妈的！要不是司令官交代要让她活着，我……你在这儿好好看着。妈的！哟，田万爷，今天这么有兴致呢？想吃点啥？哟，耳朵怎么了？哎呀，算了，叶大少，别装了，赶快派你的人上山去找江雪原，我和他有重要的事要说，事不宜迟，得马上。北边派来的人被鬼谷给抓了。不管你叫嫂子了，因为我和江大哥就要成亲了。其实，在我心里，我挺佩服你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江大哥。你的仇，我一定会替你报的。府楼那个二东说叶大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找你下山，看样子很着急啊，看看去。二东，哎，正不正？这左一点，上去点。哎，好。嘿嘿。行了，行嘞，哎，来，来，嘿，哎呀，老疙瘩，老姨姐咋样啊？那有啥说的，老好了。哎，老姨，你多捡点，咱把这屋都给贴满。行啊，唐老姨啊，这么些日子了，
咱可算有件高兴的事儿了。是啊，这一凤的好日子总算是来到了。哎呀，那这个女人叫啥？她来赵州旅馆上登记的名字叫冯翠英，不过我知道她的真名，她叫徐燕芝。你咋知道她叫徐燕芝？我不仅知道她叫徐燕芝，我还知道她是从苏联教导旅过来的。你是干啥的？江雪原同志，我的代号叫猎鹰，我的全名叫钱一来。我从41年起就以翻译官的身份潜伏在了赵州司令部，3年以前和我单线联系的同志全部牺牲了，按照组织命令我进入休眠状态。徐燕芝同志这次回来就是通知我休眠结束，是他让我和你们联系的。最要紧的就是把徐元之同志救出来，他不仅是我们的战友，还是我的中学同学，于公于私我们都应该把他救出来。情急之下我也只能直接找你们表明我的身份。你只知道燕之是你同学，但燕之是他什么人你知道吗？什么人？燕之是我的妻子。燕芝一直从事秘密工作，但3年前我们就知道她死了，没想到她还活着。燕芝关在啥地方？关在宪兵队的牢房，鬼谷一郎暂时还不能对她下毒手。燕芝在这个时候来到赵州，除了让我们更换密码之外，肯定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，咱得把他救出来。等等，出大事来！你大呼小叫叫啥呢？不是，就是江长的老婆在赵州城被日本人给抓了。江营长的老婆？嗯啊，就前几天我们在那赵城门口见到那个，哎呀，就是跟八天虎在一起那个。司令，出什么事儿？新京总部来电话，说他们那里的刑讯专家过不来，要让我们把女犯押解到新京审讯。啊，你一定是新京总部的那些家伙们，他们想窃取司令您的功劳，为了他们日后升职捞取资本。哼，没有办法，只能照办啊。属下这就去准备押解女间谍上路。有戏，3天内尽快把你分犯押到新京。嗨，报告。进来。
这么突然？燕雉要是离开赵州，那救他可就更麻烦了。是啊，就剩两天时间了。不过明天或许还有个机会。是这样，鬼谷在宪兵队礼堂准备了一台戏，是犒劳步兵团将士的。明天晚上大部分人应该都在礼堂看戏。我想趁他们看戏的时候，我混进牢房，把燕雉带出来，然后再送出宪兵队。你们负责在外头接应。不行，这太危险。这样，你明天帮我弄一身鬼子军装，我要和你一起去救燕雉。你听着，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，你务必要保护好自己。漫山遍野，永远的春天。